我们现在来到了 State Fair， 然后每年一次的叫什么赶集大日，然后我现在排队买票。上次记得吗？前年咱们俩吃过这个。还那么长呢？好大颗！哇哦！烤焦了。Thank you. Enjoy. Yes. 不知道从哪儿下口。好大呀，这头猪！张特和他的同类相摸。当心他咬你手。真的好像长得好像猪八戒的脸。嗨，这儿，看看，太恐怖了。哇哦，你给人摸跑了呢，你是不是手有味儿？猪味儿。是蛋的。录了。洗澡。哦，好小啊，这小羊。这就是羔羊排，羔羊肉，哈哈，太可爱了，不舍得吃。摸头杀。嗨，啥也不知道他。咩。Doesn't really smell like anything, does it? No, it doesn't. Kind of smells like a puppy, right? That just means. 这个厅里都是一些当地 local 的人，做的一些手工艺品什么的，然后大家就过来评奖。那像什么这个获得了 first place 一等奖，耶！哎，这个狗还蛮可爱的。
哇，换手上他，你看。屌屌。狮子都蹦到我胳膊上了，是吗？真的。哇哦。Stay Fair 季就到此结束，拜拜。